庄明达，来，庄老师，好。来，带他的人。这只是手麦。站在舞台上面，这是很不一样，而且也很特别的一个聚会，一个敬拜。为什么？当然是觉得每一年参加这个盛会呢，非常的感动，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的艺人愿意站在台上，带来一个盼望跟新的希望，也借着这个行善的工作呢，能够成为自己的别的帮助跟祝福。我也希望说。可以号召更多的人，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说，认识上帝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。太棒了，宪哥太棒了，秒杀哦，秒杀哦。